哦，没关系哦。嗯。因为他们有拿给议长，议长。
Thank you.
先看见了。这样的。一层表。要叫
而且忘了。开会时间到，请主席宣布开会。副县长、蔡副县长、严秘书长、张副议长、各位议员、戴秘书长，还有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县长施政总报告。县长，主席，各位议会的各位同仁先进，各位媒体女士先生，所有广大的花莲乡亲，昆奇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到议会来做本届第四次的施政报告。在过去的六年多当中，承蒙所有的各位议会先进多所指导，以及媒体女士先生的共同的替力，让花莲整体的县政在民意的伴随之下，跟各位携手打造一个美丽崭新的新花莲。我们一心一意希望的让偏远的后山花莲能够有一番新的格局跟发展。六年多的努力我们做到了，让这个长期受到中央忽视的地方能够在这六年多当中民生乐利，乡亲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社会祥和，失业率也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数。在大家共同携手的努力当中，花莲持续的来往前迈进。今天昆奇仅代表整体县政团队在这里，仅就过去以及未来所有的施政走过的痕迹以及未来整体的发展，来给各位议会先进、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首先，花莲是以观光立县，我们仅就观光而言，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首创的夏恋嘉年华，不止成功的打造台湾第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在夏天的一个非常健康流行音乐的舞台，而且是一个长天期的全国的首创的，让全国的青年朋友以及海外的游客能够共同群聚在花莲，来为台湾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流行音乐以及社会经济景气的带动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平台。而且因为举办的届次已经超过12届，这样的一个品牌已经正式树立在台湾以及在亚洲周边的国家，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观光客来到花莲来参加一年一度的
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一个盛会。今年同时也是我们红面鸭、红面鸭的家族能够在今年的暑假再一次啊来跟乡亲相见欢。同时呢，今年我们整体的水舞已经使用到国内最高的档次跟水平，在山水石景秀当中能够让我们地方吸引到更多更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带动花莲整体的观光的行程以及地区的繁荣。我们会持续的来让鲤鱼潭能够持续的光芒四射。现在正由花莲县政府以及交通部纵管处要设立常年性的、常天期的、一年四季全年无休的这样的一个水舞，能够设立在我们的鲤鱼潭，能够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全年性的观光地标，来跟所有的乡亲来相见欢。在我们地方还推动了非常非常多的观光的重大设施，包括东大门夜市在一年半前正式的营运之后，已经非常非常在全国不止知名度打开，在海峡两岸甚至在周边的国家都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东大门夜市树立在台湾的花莲。我们用最经典的格局、开阔的空间、百年千年不会毁坏的这样的一个步道设施，希望经由花莲的行塑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跟意向，能够让我们全国能够引领风潮，让未来台湾从中央到地方的施政都能够考量，能够可长可久，能够像过去的欧洲国家所留下来的这些历史步道、经典的这些让人脍炙人口的这样的一个步道建设。我们在东大门夜市已经展开，在400个摊位当中，只要逢到重要的寒暑假或是星期假期，都有相当相当的人潮。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并改善周边的设施，逐步逐步的到位，让整个东大门夜市不止成为啊这个花莲的地标，更能够成为全台湾引领学习的一个方向。当然在东大门夜市的旁边，我们的太平洋公园也逐步逐步的在全面性的一个整理。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南北滨夜市、整个南北滨太平洋公园都不再有任何的民间的违建，我们会以先建后拆的方式逐步的来调整，让所有我们的太平洋公园能够耸立在东台湾的海峡，能够让更多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够流连忘返于太平洋公园，徜徉在世界最漂亮的海洋当中。在今年我们特别要跟所有敬爱的父老乡亲来报告，在今年我们特地再一次的在事隔将近十年以后，我们再次邀请到日本盛冈山的花车，预计在本月的26号再次来到花莲的金三角来采接。在过去的2002年以及2007年，为花莲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商机，而且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季、一个旅游的亮点。我想在今年我们全力的来行销这次的
盛冈山花车再一次的来到花莲，再搭配我们花莲在地行硕的这些啊嘉年华会的这些花车游行，能够让这次的盛冈山的花车搭配花莲的在地的温泉季，能够打造出另外一次另外一种的有别于台湾各地的一个观光的新假期。也在我们共同的努力当中，两岸的和平持续的发展，带动的台湾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繁荣。当然现在有了相当大的一些变革，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跟各位报告，我们会积极持续的努力，也在今天施政总报告的最后一个章节，在向所有的议会先进、媒体女士先生，跟所有的父老乡亲来做一个清楚的报告。花莲是观光大县，更是一个农业的大县。我们在整体观光以及农业的发展方面，我们兼容并蓄。在我们今年所办理的这个金针花、流花带动观光以及刺激农业的伴手礼的行销，在我们的六十担山、赤科山，今年流花的总面积已经达到78公顷，未来会持续的再把面积扩大，成为南花莲在暑假以及接近中秋节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季节。我们会把南区的亮点，这个整个六十担山、赤科山，我们的东方瑞士的金针花会持续的把它打造起来。而在我们整个在吉安的芝卡轩公园，我们持续的再把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的清水公园持续的这些基础建设不断的来推动。我们希望让花莲所有的这些乡亲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最精彩的暑假，也有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戏水的设施跟场所，会持续的在芝卡轩绿森林公园持续的来整修，来推动第三期相关的这些建设。我们在全国性的赏金当中，也是配合整个渔业的发展，我们目前不只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同时呢也是啊在全国所有的这个赏金得到国家认证当中，我们花莲是受赠最多的一个县市。我们持续的对农民基层的这些打拼的乡亲施予我们一些关怀，在整个农业的资材补助以及我们的有机肥料持续的供应给所有的这些农业开发的这些乡镇以及所有农民的手中。在我们整体我们花莲的基础建设的推动当中，也是过去大家一直在思考后山，后山何谓后山，就是所谓基础建设相对落后，还没有办法全面的来兴建发展相对弱势的一个地区。我们在不断的这几年的兴建规划以及推动当中，在昨天我们的在前天也是10月31号，花莲的海滨大道，也就是193，在花莲市东线面临太平洋海岸以及公园的这个海滨大道，
正式动工拓宽，从这个花莲市区一直到吉安的南海四街，我们要把它拓宽成30米。啊，所争取到在2年前争取到的7.5亿元，正式的来推动施工，也因应苏花改未来的通车新建，这些周边的疏散道路，我们正一步一步的来执行推动当中。我们预计在民国107年，也是后年的8月，会正式的完工，让花莲不止啊有更漂亮的基础设施，更有让我们一条让国人引以为傲的30米的海滨大道。在凤林的花46线的部分，也在我们经过交通部生活圈的计划，已经核准了1.39亿元。我们现在办理设计以及土地取得作业当中，预计在民国106年的1月要正式来动工。同时，对于我们凤林地区这个静音大桥，静音大桥，我们希望不止啊能够纪念过去为教育、为学生牺牲性命的两位敬爱伟大的老师，能够横跨花莲溪，让整个三星部落能够得到对外完整的这个通路，以及跟193的县道以及台九线能够横向的能够连接起来。静音大桥，花莲县政府跟徐正伟立委服务处，我们现在积极的向水利署争取当中，以及水利署正式的核可，目前还在跟行政院的花东基金在全力的争取沟通协调当中，希望能够早日得到花东基金的核定，能够把静音大桥能够尽早来改建，让所有中区的乡亲有更一条安全顺畅而且舒适的大桥让大家来使用。对于整个花莲市在16股大道新建之后，第二期的新兴路的拓宽工程总经费3.46亿，以及县府编列的相关的配合款已经全数到位，目前完全补助给花莲市公所来办理施工，而此刻正由营建署在工程设计当中，希望让整个花莲从30米路到美仑地区，整个上下班时间易拥塞路段，能够在新兴路整体拓宽完成之后，能够带给我们的乡亲更舒适而且顺畅的交通。在我们自由街的这个排水工程，也是福建街到南滨路我们整体的这个排水设施已经在上个月正式来完成排水整治的工作。那同时我们在花莲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于整个花莲东大门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光大道，也就是日出香榭大道，目前全长1.4公里，西起林森路，东至北滨街，是一条全国唯一也是首创的露天漫步的商店咖啡街。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预算的所有的准备，现在在做最后的细部的设计，预计在农历年前会正式来动工，并在民国107年正式跟所有的乡亲来相见欢，
相信未来日出乡界大道不只是千年不坏的历史步道、历史建筑，同时呢，也是东台湾最重要的观光地标。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整个台湾的东大门能够用最漂亮、最崭新的这样的一个风貌，能够影响全世界来到宝岛台湾观光旅游的这些游客。尤其台湾2300万人，相信如果没有来过日出大道的话，可能会终身遗憾。对于我们中部啊，整个南区，在我们瑞兴乡瑞北村到鹤冈桥的这个新建工程，也在民国103年向行政院争取并核定的交通部生活圈计划，奉准补助5.88亿元，配合县府的配合款，已经在今年的6月21号正式来动工，工期2年，预计在民国107年6月要正式的完工，可以让我们整个瑞穗的乡亲不再横跨这个大水之间，能够有更安全的一个通路，也带动地方整体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发展。哦，我们已经积极的在新建当中。对于我们苏花改通车之后，除了在大花莲生活圈的西线啊东线海滨大道的拓宽，在西线，我们目前中央路30米路啊已经拓宽到吉安乡，现在接着下来，对于整个吉安1号道路，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第二期一直到南华交流道的部分，我们此刻正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些可行性研究，希望在明年4月完成可行性研究以后，来积极争取后续的经费，能够让整个30米路到吉安1号道路一直的通道，我们的这个南华立体车道，能够把整个大花莲生活圈的西线的交通能够把它贯通，能够未来说改通车以后更加的顺畅。对于花莲引以为傲的非常恣意休闲漫步的我们的自行车步道，中间的断点也是在两潭自行车道在吉安西的这个整个断点串联的部分，在去年得到教育部核定补助的2150万，已经在今年3月15号动工，预计在明年4月正式完工，把两潭自行车步道的断点把它全面的衔接起来，让大花莲地区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最休闲的铁马步道能够啊有一个最完整的让民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啊工程空间来把它完成。对于我们吉安乡人口不断的在成长，整个中原路的拓宽已经是刻不容缓，我们向中央争取的1.06亿元，配合花莲县政府的3000万的配合款，目前正有营建署在办理工程的设计当中，未来要整个来拓宽我们的中原路。而在南滨抽水站经过40年的使用，目前不止我们治洪工程要全面的治洪池工程全面的展开，更把整个啊这个流域的这个河川流域的综合治理计划，我们已经得到中央核定3.5亿元，
来办理南滨抽水站的增改建以及滞洪池工程。从原本我们抽水站的功能18个 CMS 提高到42个 CMS， 基本上在过去，南滨抽水站新建之后，在民国60年新建的南滨抽水站，就不再让花莲市有相关的淹水的情况发生。但是花莲市毕竟在主治头，还是有些地区是低于我们的海平面。同时在地球气候变迁的今天，有非常非常多我们要去面对的这样的飓风暴雨的情况，都是在过去我们所有的工程设计逻辑当中，百年的治水防洪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情况，在最近这5年8年当中不断的出现。所以让过去整体的基础建设以及防洪的标准，现在都要全面的往上提升。所以南滨抽水站这是从18个 CMS， 整体的抽水功能我们提高到42个 CMS， 就是希望花莲市未来在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能够让淹水的情况不再发生。也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要全面的来整改建，让花莲市部分的地区不再遭受淹水之苦。我们对于现在的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些天灾跟地变，现在针对这一次在农历年间台南的大地震，花莲县政府也决定在我们本县的辖区内补助我们所有的乡亲，在民国88年12月31号以前取得建造执照之合法建筑物，这个做整个结构安全耐震能力的评估，我们县政府来受理。希望花莲的乡亲能够有更安全的生活。花莲县政府愿意跟所有我们的乡亲父老一起来对我们一些合法的建筑来做整体的总体检。对于我们花莲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教育的发展，我想这个一直都是我们过去在6年多将近7年的施政当中，让全国国人各县市政府到花莲来考察学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施政的面向。对于我们积极的来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提供平等的学习环境，一直是我们为家乡花莲培育我们未来的国家的栋梁以及花莲的主人公非常重要的施政的方向。也经由远见杂志评鉴，花莲的教育项目表现在全国一直是非常的亮眼，我们进步的比例将近40%，也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县市，也是对我们乡亲对县府各项施政里面民众有感，我们全力推动的教育方针以及目标，我们会持续的推动。对于我们整体营养午餐每周要有一次的有机的蔬菜，以及目前的供应得到我们平均调查分数96.74分，能够得到乡亲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并不断的希望也能够再提升。对于一些贫困的这些家庭的这些学生，我们寒暑假的午餐经费也持续在供应当中。佳慧花莲有4488位学童，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让我们的教育不止平等，更让寒暑假在学校力有未逮的时刻里面，持续的对弱势的学童，我们持续的来给他们关心。对于我们持续的推动地方的教育以及体育的发展，我们已经在这一次民国105年的全中运当中，我们获得了14面金牌、12面银牌、15面铜牌，总计41面的奖牌，创下本县呐、有史以来最佳的成绩。我想，在很多的明星选手，我们也带给他们祝福。在预算经费庞大的6都不断的挖角，今天还能够留在花莲的这些运动选手，能够持续的在台湾体坛能够发光发热，也是我们地方对整体的体育跟教育的重视能够持续的开花结果。我们同时也对所有的这些公私立啊，我们这些幼儿园，对所有我们幼童学习持续的补助，让所有的家庭以及家长能够持续的安心，让4到6岁的幼儿能够持续的受到政府的支持以及培育，让很多的生儿育女的父母能够减轻一些负担，也希望花莲的人口不再负成长，希望能够整体的出生率能够有一些鼓励能够来增加。对于我们整个运动赛事方面，我们包括目前整个我们的职棒在花莲，我们一直逐年的来生根。今年中华职棒有8场的球赛在花莲来举行，让我们这么多热爱我们棒球的这些乡亲父老，能够直接在自己的家乡的球场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我们的国球中华职棒能够在地方来开赛。同时我们也争取到中华职棒在106年全国的明星赛，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在花莲来举行。对于整个球场我们会再加的整理，让花莲球场能够更符合我们国家的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球场而努力。今年我们做相关的整理，包括过去设计不当的这个外野的这些排水的这些人孔盖浮现在这个地面，现在我们就把它下地。同时对于过去设施上这个没有的这些休息区的相关的这些设备，我们也今年已经在逐步的改善，更在明年希望一个崭新的球场能够让所有的乡亲共同来为我们的花莲的棒球以及中华职棒来加油。对于我们从日据时代高达90年的花莲球场，在过去切身未明的情况之下，常年受到监察院的纠正以及所有的这些困扰，我们得到议会先进的大力的支持，以及过去协调国家财产署以及我们的教育部体育署，终于让
花莲高尔夫球场收归现有，并且在留任所有的员工以及保障就业权以及所有现有体球会员的共同权益保护之下，把整个花莲球场全面的更新，提高服务的品项，现在成效已经逐步的实现当中。这是一个成功的委外模式，而且并且把整个40年来花莲还是全国仅存的炮台式的开球球场，已经逐步的把它调整成为目前国际普遍的平地的开球球场，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做全面的设施的翻整以及修缮当中。相信未来花莲高尔夫球场不只是唯一的现有球场，而且它的设施经由民间投资的情况之下能够全面来改善，同时我们当时所附带的相关性的条件，也就是我们青少年的高尔夫球培训计划已经在今年度开始实施，既有多所的国中国小成立高尔夫球的社团，并对社区提供免费的击球票，能够让高尔夫在花莲成为平民的运动，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也是我们终于解决了90年悬而不决的这个球场的纷争，正式把它尘埃落定，并不断的让它 upgrade 升级，能够成为未来在台湾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一流的球场而努力。在整个教育的希望工程里面，我们看到过去在五四运动所有这一些能够改变国家的观念，已经带进新的思维，让国家能够重新的调整方向，带动整个国家蜕变的这些来自海外归国的这些留学生，改变了过去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再看到日本在整个明治维新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推动改革者，都是受到这些西方东渐的这些思考，让他们能够有最崭新的现代化的这些思维逻辑，让国家的脚步能够跟上。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今天为止，已经带动了日本百年的富强，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所以我们希望花莲不再是后山，花莲能够有相同的机会，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发展。所以我们的希望工程从明年要正式来推动，经过我们2年多的努力，透过教育部透过外交部以及透过联合报共同的协助帮忙跟努力，我们跟华盛顿政府以及相关性的这些高中学校以及寄宿家庭都取得联系跟共识，让我们整个明年会有10名优秀的花莲学子能够到美国去留学1年。我想这个也是让所有贫困的家庭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未来的孩子们不是只有家境富裕才能够出国留学。所以我们希望在透过脸书以及所有的社群网络当中，让这10位学生10位孩子们在美国的生活，美国所见所闻以及世界最先进的这些发展，能够同步的带回花莲，给所有他的同学跟同侪能够共同来了解，一起来增进。所以在明年我们推动的是高中生的留学计划，后年是高中以及国中生的留学计划，再隔一年是高中国中国小各10名能够到美国去留学。
留学，同时我们也派有生活辅导员，让孩子们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啊，我们希望未来在台湾的民族振兴当中，花莲能够成为台湾改变的啊一个发轫点。我们很愿意，我们未来花莲的儿女能够成为改变台湾最重要的种子地区。对于花莲整体来说，不止好山好水，更是人文荟萃、中华民族文化扎根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而且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更让了我们在地千年的部落文化，以及啊，这个来自大陆各省以及台湾在地多种闽客文化能够在这里啊，能够精彩荟萃。所以啊，我们过去啊常年的支持各个文化的社团能够在花莲扎根，而且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也得到全国性的杂志评比，我们的县市竞争总排名为全国的第六名，在艺术文化力的方面啊，同时文教力的成绩排名为第三名，全国的第三名。我想我们再一次啊，为所有我们艺术文化工作的这些同仁啊，来给他们加油。我们在105年度再度获得教育部补助花东基金，我们图书馆在13个乡镇的这些修缮优化的啊这些经费啊58590万元，我们会全力的来推动。同时呢，我们的图书馆也再一次得到全国教育部3A 的这样的一个肯定，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加油。对于花莲文化局演艺厅的表演，在104年度全年有148场的表演，在今年105年到目前到9月底为止，也举行了63场。我们会持续的让地方文化的深化，持续的努力来推动，啊，并且，我们也争取到，在去年争取到这个行政院这个花东基金发展方案4年核定的7000万元，来培养花莲县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培力以及发展计划，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对于我们限定古迹这个花莲检察长的宿舍这个施工计划，也得到花东基金的补助4年2670万元，啊，并在今年底以前正式来施工。我们对于所有的弱势妇女、老人、儿童以及青年关怀，我们在鼓励我们的老人能够参与整个社会的长照的部分，我们辅导设置了51个全县的，总共51个老人的关怀据点。我们还有长青大学67个班次，我们会持续的对老人的关怀以及这个长青学习的这样的活到老学到老的持续的来推动，让花莲的长辈生活不只得到重视跟关怀，同时呢也能够更丰富更多元化，能够让大家开心的在花莲能够终身学习。我们家庭服务中心也设置了新秀中区以及南区，来为我们全县啊所有的这个家庭来做所有的这些相关性的这些服务。在整个卫生啊的服务方面，我们也替所有的长者做免费的健康检查，在105年到的1月到8月，今年就已经加会了9501位我们的长者送到免费的
健康检查，让大家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关注，让老人家能够在花莲好好的安养。当然我们的减重的成绩在全国比赛当中也是率先达阵，让花莲的减重成为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示范以及相关性的活动。对于我们地方的卫生机关的考评，在综合奖的部分，我们也得到这个全国第四组的第一名哈。我们会持续的在各方面的这样的健康卫生落实的宣导以及服务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在努力。在好山好水的花莲，我们环境的保护以及所有的这些污染源的控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相关性的这些防范，让花莲能够永远成为台湾最美丽的花园。我想我们有很多在基层为民服务的项目，不管是1999清明时间，还是县长信箱，以及还是及时的来反映民意解决民困，亦或是推动集团结婚，让青年男女能够得到祝福，以及得到我们整个花莲县政的支持，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基础的部分，以及所有议员先进提出地方非常重要的新格的这些建设以及措施等等，我们不断的来努力精进。对于公共造产的部分，我们花莲县的这个公共造产基金到今年七月底为止总共收入1,7,952,000元这个余处为7,5580,0007,558,000元。对于整个内政部核定我们公共造产业务的成绩，我们获得县市的第三名的甲等。同时呢，我们的户政呢也得到内政部授予的我们优绩优户政机关的楷模奖。我想我们在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户政推出了200多项的服务项目，就是希望能够为乡亲服务，落实基层的照顾能够更加的到位。对于我们整个客家客庄整体的形塑，我们也不断的在努力当中。我们已经争取到1,500,000办理客家特色文化加持的部分。对于我们部落乡亲以及相关事务的发展，我们除了要维护保存我们原住民族文化的资产，培育艺文创作及展演的专业人才，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推动山海剧场，让更多的部落乡亲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让他们有表演的舞台以及在地就业的机会。对于整个目前经过部落会议多次同意全面支持，并要求部落以外的人不得加入任何意见，要县府积极推动的风雨计划，我们此刻正不断的执行当中也受到中央民代的阻挠，目前我们还在非常艰困的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落实。有一些不属于部落生活中的中央民代持续的对部落的祈祷并不予以尊重，对部落会议的结果要予以阻挠，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持续的来深化持续的来推动风雨计划能够来完成，让全国最大的部落亮点能够在我们中花莲能够让它落地生根。对于马太安以及的风雨计划以及太巴朗
祭祀广场，我们也会积极把第二期、第三期来把它修建完成，让台湾最大的部落能够把自己的特色能够全面的把它来行塑出来，我们会积极的来进行。对于我们整个全国最大的原住民族的联合丰年节，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让全国的乡亲能够持续的每一年的踊跃的来到花莲，参与我们千年部落文化的联合丰年节。对于我们花莲207个部落相关的这些部落祭典，不管是丰年祭、社耳祭、感恩祭、火神祭相关的这些祭典，县府都全力的支持并协助部落年年来举办，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在部落最重要的节庆里面能够回到家乡来，能够整个部落以及家人共同团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施政面向上非常坚持的，我们会持续的努力的推动下去。对于105年我们持续的办理10处的部落特色道路以及8处的部落基础设施改善、3处的聚会所的规划案，我们持续的推动当中，以及简易自来水的普查资料，受理198户申请装设自来水用户的户外线，以及相关的简易自来水的水权等等，我们都全面的来落实。对于我们的财政，我们持续年年的还债，年年的付息，这不只是全国的唯一，更是让我们花莲的儿女子孙能够持续的让基础建设做好，让大家有就业跟创业的机会，更重要的不要再留子孙，这是我们持续努力共同的目标。我们也在青年的政治当中，让花莲能够持续的做好台湾东大门所有这些相关的重大的这些建设。对于我们土石税的开征，在199年到105年过去开征到目前，所有的景观特别税总共收入了5亿余元，而在矿石税的部分总共是8亿6476万元。我们还会积极的来推动我们的公共造产以及土石的采取，在昆奇任内我们公共造产的盈余是5亿6630万元，同时呢，我们在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税负里面，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让地方百年的税基能够得到地方产业的支持。经由我们6年半以来坚持的8部政策，终于让台湾90%的水泥业，也是在花莲发展的这些水泥工业，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台湾的国防工业，也是基础工业。我们当然要予以支持，但是地方的回馈，当然也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所以8部政策全面的部分松绑，就是因应当地方产业跟民众达到一个和谐，我们也正是在议会先进的支持之下，把地方的税则已经经由行政院核定，矿石税从每一吨10块钱提升到70块钱，让花莲一年可以增加至少10亿的税收，让我们整体花莲的儿女开立了百年的税基。过去的6年多，昆奇棒玉游人只要
我们所作所为对得起花莲的儿女，而且已经正式开立了百年岁基，并经由所有的水泥厂大力的支持，让企业主能够得到的盈余里面能够有相当的部分留在地方，而不是拿到外地去。我想我们这个部分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也让地方的税基能够全面的来开展。我想过去六年昆琪所跟县政团队所面对的责难，我想今天大家豁然了解，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儿女能够共同啊打开常年的支持跟照顾，得到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税基，也可以说是花莲最大最大的税基。对于我们105年度地方各项的税捐收入，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到八月底止已经达到全年预算数的 62.79%， 预计应该可以顺利的来完成。好，对于这个土石采取的特别税，相信也会全面的在106年度以后会年年持续的大幅的扩大跟增加。好，为我们花莲整体财政窘困能够打开一扇光明的大路。对于我们整个在治安方面，105年度我们上半年在治安以及交通工作全国性的评比，我们再一次啊在这个全国啊拿到满意度第三名，也是本岛拿到满意度第二名，高达 84.34%。 我们再次为所有辛苦的我们的警察同仁来喝彩来支持，我们会持续的以最高额度的我们的这个这个超勤津贴，以及我们所有警用设施以及警用的这些相关的配备，我们会持续的以最大的力度来支持我们的警察同仁。对于我们所有地方的灾害防救，我们消防再一次得到远见杂志评比，在今年呢，我们本县啊，从去年的公共安全与消防全国的第二名，到今年再次要升为全国的第一名。我们在这里再次为所有我们辛勤的地方的消防，所有的我们这些同仁，以及地方的协勤民力，包括我们义消、复宣、凤凰志工，诚挚的表达感谢，也对我们基层警察协勤民力，义警、民防、巡守、义交、三警，再次表达诚挚的谢意。并且我们针对119整个地方灾害防救的部分，我们全面的提高通讯的设备，让我们无线电的覆盖率以及数位化由原本的60%提升到90%。我们也争取到1290万的经费，会持续的来推动增加。我们也会不断的强化我们的救护车辆的装备以及器材，我们去年总共增加了救护车一辆心肺自动复苏机两台，救护车民间捐赠的救护车3台自动的心肺复苏机6台，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民间的协勤民力以及民间的资源，能够增加这些相关的器材。所以在今年我们执行救护的案件8361件里面，送医人数6848人，无生命迹象的患者215人里面，急救成功22人，我们的急救成功率提高了10%，较去年的同期大幅成长了2.93个百分点。我想这个也是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于昆奇积极啊，希望我们花莲的青年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首创的全国唯一的有房有地的青年住宅，我们在推动之后，让更多的青年伙伴们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在花莲拥有自己的房屋，有自己的土地产权，自己安身立命的壳，不要再如漂流的浮萍。欢迎花莲的儿女能够返乡就业创业。我们的青年住宅在今年的12月要正式来破土动工，预计在550天里面要来完工。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设备跟设施以及生活机能，在全台湾都是首屈一指。我们希望花莲对年轻人安身立命所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心意，能够推展到全国，让各县市以及中央政府共同好好的来思考，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安身以及未来整体的发展。在这里特别要跟各位报告，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各位议会的先进，我们经过6年多的努力，改变了花莲的宿命。我们让地方的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让乡亲能够不断的提高家户的所得。而在今年下半年遭遇了空前的挑战跟危机，花莲是以观光立县，在两岸不断520之后动荡的今天，我们听到民间不断的在哀嚎，各个县市不断的来表达，我们基层的庶民，不管是民宿也好，观光也好，农业伴手也好，各个产业周边产业也好，非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撞击。所以我们非常积极的要想办法把现在所遭遇的情况能够来把它突破。毕竟过去7年8年民众得到两岸和平发展，地方经济繁荣，每一年所积下来的这些盈余，在短时间之内还能够来支撑。但是到了中长期，庞大的社会问题会一一的来发生。对于中央政府所推动的南向计划，欢迎东南亚的观光客，我们双手赞成。我们希望开拓新的客源，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原有的客源基础不要流失。但是今天我们所遭受的偏从过去从未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我想昆奇会积极的勇于承担，来突破目前的困境，希望再次的打开我们产业之门，让观光客再次的回到我们花东地区。而在昆奇努力的过程当中，还遭受了非常多执政当局的冷嘲热讽。昆奇要再一次的表达，只要是为乡亲百姓的防御，昆奇无悔，只要能够安定花莲人的生活，我会持续的来努力，希望在明年能够再次恢复荣景。这个使命我会勇于来承担。我在这里也再一次的向所有的议会先进、广大的花莲的父老乡亲来表达，
昆奇的任期还有两年一个半月，我会全力的来努力，把这些重大的这些设施一一的来完成，扭转后山，改变未来，让花莲能够成为台湾的骄傲跟台湾的模范，是昆奇的荣誉，也是昆奇责无旁贷的任务。我会全力的来推动，对于六七年来所有的这些特定人士的这些是非耳语，我想我们的乡亲是非常有智慧的，格局也是非常高的，对这些低俗的人我们抱以同情，也要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昆奇来消业障，他们很担心昆奇没有办法有更大的格局来为台湾做事，所以昆奇要特别感谢他们一直在帮我消业障。我会持续的来努力，来创造花莲台湾更大的福祉。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议会先进，以及我们花莲广大的父老乡亲、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再一次来到议会来做施政报告。再一次谢谢各位，我们在这里也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所有列席的县府的所有的首长跟同仁，我们花莲县政府蔡英煌副县长，我们的秘书长严新章先生，民政处长邱展谦先生，我们财政处长刘台文先生，我们建设处长陈太昌先生，我们的客家处长林挺光先生，我们政风处长于世民先生，我们人事处长王伟熙先生，我们的主计处长施新平女士，我们县府行政考处长林进虎先生，那我们的检任机要秘书田俊雄先生，警察局长廖美玲女士，我们这个消防局长林文瑞先生，我们地方税务局局长吕玉芝女士，我们卫生局长李洪满先生，环保局长饶宗先生，文化局长陈淑梅女士，我们教育处长刘美珍女士，我们农业处长罗文龙先生，地震处长陈宗慧女士，社会处长陈文琴女士，观光处长彭伟竹先生，我们原民处长陈建春处长，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各位议员先进，各位广大的父老乡亲，各位媒体女士先生，请祝福我们花莲县幸运昌隆，和进平安，风调雨顺，百业兴隆，我们议会议政昌隆，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县长的施政报告，休息十分钟。
Thank you.
好，请各位议员回座，继续开会。接下来的议程是意见交换。张志才议员，我们大会主席，我们赖议长，还有我们花莲县政府大家长，我们的卫生局副县长，花莲县政府各局处所长，我们朋友同仁，还有我们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刚刚县长的施政报告，有很多政策啊，又留在我们总执行的时候再讨教、再请教我们副县长哦。那刚刚副县长有强调一个中央政府一个新的南向政策，新政府啊推动的。其实我有一寡看法啦，我记我八年前的时阵哈，马英九出来竞选台湾总统的时候，我没有支持他。我嘛无投伊啦，其实我嘛无真介意、无欢喜伊啦。尤其是伊时间八年哦，所以推动的政策哦，我嘛真无满意啦。所以马英九能要来华人哦，为了表达我对伊的政策无满意哦，我一开始杜丽华竞选现场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带白油漆啦，台湾人会叫做北残，我到现场去抗议哦。那第二次到凤林。去抗议，到现场去抗议，我办红架婚教啦，然后一个办婚教嘛，就是表达他的政策没有实现啦。就算讲我较无满意马英九，我阁较无欢喜，不满意吼，但是他毕竟是台湾人选出来的总统，我还很尊重他啦吼。对啊，不管你有讲到吼，这一次他到中国为了花莲县的农民来推销这农产品。以及为了花莲县的观光业，要争取中国观光客到花莲来，那凭这一点，坦白讲，我们非常的支持跟肯定啦。但是副县长，你是花莲县的县长，尤其目前台湾跟中国是敌对的，你是花莲县长，你不能在那个地方说你代表2300万人，这个对我们小英总统非常非常的不尊重啦。所以我希望县长啊，坦白讲，你去那边争取观光客，我们都非常争。非常的肯定跟支持，但是希望你来尊重蔡英文总统，毕竟他是台湾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现任总统，台湾总统，希望副县长尊重一下，谢谢。好，谢国荣议员，我是患难的啦，当然要对我们中国国民党，包括我们的洪秀柱啊，去大陆啊。像我们的副县长一样，这个带着8个县市的首长去到那边呢、啊，可能是当密使，啊，促进我们这两岸的关系，啊，经济的繁荣。那我要特别跟县长啊恳求一件事情啊，我们的花莲县啊要团进团出的话，花莲才有生机啊，这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啊。啊，希望讲管定啊，当密使也好，还是为了。还是为了我们焕南哈的霸主也好，希望说我们的花莲县啊能哦这个团进团出啊，让我们花莲这个经济啊观光哦带来一片祥和啊，这个是重点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地下税，早上就讨论这个地下税这个问题啊，这本也过来了，然后今年度的。地价的调整，哦，地价税的调整，地价调整一次，哦，你三年无调啊，这刚调起来啊，然后地价税的调整，然后租金的调整，我以租金我是我们这小组审的嘛啊、哦，本来是要调整6%，然后我们大会就是说调整到4%，1%而已，本来是3%，然后调整到1%。而后造成今年度的地价税整面性的调高，就是恁地价调整一遍，哦，三年不调啊，调整一遍，地价调高啦。啊，过来第二就是你地价税调高。以前讲今年度的地价税才涨了那么多，哦，这个等一下我希望说县长哈、哦，要这个要说明一下，让老百姓知道，这也是中央的政策。啊，中央的政策的下来的话，就是说怕
怕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或者统筹分配款啊、哦，有的时候会延免掉啊、哦，这个要说明一下啊、哦。还有，日刚才县长的施政报告里面了啊、哦，日出香榭大道，当时的完成，因为我们住高阿尾哈，我们住高阿尾，我们也盼啊、哦、啊，这个金三角哈、哦，早日繁荣啊。哦啊，淹水的部分哦，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这个淹水的部分，我们好像十几年没有淹到水了哦。就盖什么那些安诺为什么会淹水？啊，我们这个高尾地区的老百姓呢，特别特别的关心。看你等一下有闲，刚报告一下哈、哦。这个时间如果允许的话，希望都针对这个三点啊，经济、地价税的调整，跟我们回。日出香榭大道哦，这一并的说明。好，谢谢。李秋安议员，刚刚是一个换绿的，那一个换蓝的，我是被停权的，不过总算学到了哈。那尊重啊，是带白漆跟放鸽子叫尊重哈、哦。下次。我也非常尊重蔡英文总统，下次他来，我也会带白旗跟放鸽子哈，迎接他哈。这个污水下水道的问题哈，我想刚刚谢国宏议员也稍微点出来哈。最近啊几场大雨，花莲市，在自由街周边、重庆市场周边。这个污水倒灌，魏家贤市长啊，一直在关心这个议题。前几天啊，他也特别指出来，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到目前是30几%，30几%的接管率，已经造成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非常大的负荷。那未来。如果接管率到50%，甚至60%、70%之后，花莲市势必变成天然的一个化粪池。所以他忧心忡忡啊，他说啊，是不是暂时停止接管？特别是在早上啊，我们的陈处长又提到啊，这个。花莲基安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某年某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管线，在我们的地底下，甚至还有所谓的天然动泉，也冒出来进入污水下水道的系统。哇，安尼海了了啊！30几%的接管率就造成这个倒灌的情形。遇到大雨的时候，那未来接管陆陆续续增加，普及率增加，魏市长所忧心的花莲市变成天然的化粪池，怎么办？我想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要请啊，等一下。我们建设处啊，要来充分说明啊，还是要暂时停止接管。王玉梅议员，主席、县长、各局处长哦，刚刚哦，我看那个县长施政报告哦，议长锤子一敲下去的时候是2:44:44。叫你嘻嘻嘻嘻嘻啊！压实实实实，那么刚好啊！叫陈昌明，你看一下时间，2:44:44，怎么这么刚好？你嘻嘻啊！我哈、哦、非蓝非绿了哈，无党无派了哈，我说的比较公正了哈。小英也该骂，林权也该骂。棒棒更应该骂了啊！他妈的水灾哈，像无头苍蝇一样哈，
像吴头苍蝇，像水利处处长来，哪一个是小贱贱啊？哪一个是说摩吉摩吉那个？他妈的，你一个水利处处长来，地方民意代表、议员、里长、代表、主席全部都到场，你直接问一个小贱贱，你到底是来干什么？我不晓得了哈。是小贱贱一个小农民比较了解地方的灾情，还是地方民意比较了解了哈？所以我很恨啊，所以发表我的感言啊哈。哦，我也是非蓝，也是非绿，我是白色的，我不是柯P哦，柯P是很烂哦。所以刚才我们县长哦，我是在看哦，你是3:54完成的施政报告哦。他们说你怎么不进来？我不用进来，我在外面就偷偷的看哦。一直说我们的矿石税增加本来是10块，增加到70块，一年可以增，明年度的话可以增加10亿的收入。既然有10亿的收入，何苦要叨扰我们花莲县的老百姓？地价税增加2.1亿呢？既然有10亿的收入，何苦哈、哦、一下增下31.多%哈、哦？花莲官民已经有够苦啊哈、哦！我们是6星级的县长嘛，对不对？县哈、哦、那个税哈、哦，不要一下就涨到6星级去哈、哦，非常的恐怖了哈。哦啊、我们说李以潭造了来了70万人齁、哦、来了70万人齁、哦、我们有10亿的周边效益，10亿元的周边收入效益齁、哦、也是非常恭喜的，希望今年齁、哦、不是10亿是20亿的齁、哦。但是我刚才听县长的施政报告齁、哦、全部不是南北滨啊，就是南滨啊，就是都是花莲的，花莲市的。不管你刚才说高阿伯也好，都是花莲市的。我没有看到我们玉里南区、中区的哈，我真的为我们中区、南区的百姓呢、啊、叫屈了哈。我们这一次去过南区道观哈，因为我们的房贷中心就让我们南区没有灾情啊。刚好我们警察局长到我那边，到我办公室的时候，哎，没有南区没有灾情啊，早上就撤了房台了，对不对？可是那一天中午开始大水淹没我们玉里镇啊，我们多少的良田都被淹盖了。现在我玉里哈、哦，我这一个星期都一直在询问农民啊，你挂几挂？你挂几挂？哦，昨天来的时候，伊讲吼，我挂一礼拜啊，然后我帮人家割稻割一个星期了，今天割的最好，六挂。本来1万斤存了6000斤，是今年他割到一个星期过来，他割最好的哈。那既然矿石税已经变成70块了，刚才我们也是说我们的矿务局哈，希望我们海沙那个中国的海沙不要去买了，要买我们秀姑峦溪的。我们秀姑峦溪哈，这个溪底也高出我们一里镇，高出富里，高出瑞穗，我不晓得几公尺哦，因为我没有尺可以去量哦。只用目测每一个阶段全部高出我们哦南区的乡镇啊，可是区区一个花莲市的海水倒灌一点点淹一下也没有关系啊，可是南区的农田啊全部一片凄惨啊，叫苦连天啊。希望经费哦，我不敢说3.05亿哦能够到南区去啦。哦，5000万也可以啦，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灾情，现在还没有修复的都在摆在那边了哈、哦。希望，哦，收了那么多的矿石税嘛，10亿对不对？减掉我们2.1亿，也还有7.9亿，7.9亿拿个5000万到南区去建设哈、哦。我希望我们6星级的县长为我们南区的民众哈、哦、多一番的建设，我们给你拨了哈、哦。希望讲我们南区那么远来哈、哦。也要发发声音，不要说我吃到肥，又吃到腿腿，对不对？吼、哦，嘛爱替南区的讲一几句话，我又非蓝又非绿，对不对？总是要替中间选民说几句话嘛，好不好？县长，拜托你，谢谢。李不思远，这个台湾原住民哈，台湾的主人要讲话，刚才不是蓝的，就是绿的，就是无党的哈。其实哦，这个啊。好，停权的啦，我知道好几个被停权嘛。这不管怎么样呢，花莲是一个族群大融合的地方齁，大家不分党派都是为花莲来努力齁。那其实刚刚好几个议员提到这个我们的陆客减少的问题齁。
我是这样子建议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对于陆客团减少到底有什么样策略没有？除了县长做努力之外，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策略哈，去开拓更大更多元的一个市场？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中央在推西南向政策啦，我不晓得西南向政策跟花莲有什么样的关系哦。那就这个县长大智慧来讲，你认为哦，中央推的西南向政策呢，对于花莲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实质的帮助没有？那另外我是建议哦，台湾原住民是南岛语族的中心，那我们是不是在花莲要建置一个南岛语族中心的一个位置？那目前呢，我们在争取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国立的原住民博物馆，目前进度如何啊？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是一个政治选择的话，花莲大概就 out 了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政治问题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花莲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好，跟其他县市来比较起来，那目前进度到底如何？那如果这是一个政治决定的话，那我就觉得对于花莲乡镇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啊哈。那是不是集合我们中央所有的立委哈，除了徐立伟之外、萧立伟之外，还有很多原住民的立委啊，是不是集合大家的这个力量呢，一起来争取？因为这个对于花莲是特别有不同的意义的，因为我是认为花莲除了好山好水之外，其实要建立我们的特色品牌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包括文化局哈，或是光旅处，或是原行处。那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这个馆对花莲是格具意义哦，所以原行处的这个工作特别的重要。那不然怎么样呢？是希望哦，花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尤其是这个县长哈，就像柯P讲的嘛哈，你这个在蓝绿之间哈，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在游走啦。那不然怎么样呢？希望对于花莲未来的还有两年多的任期之内呢，是不是可以创造花莲更大的利益哦？大家也要一起努力哈。以上，谢谢。杨德敬也。因为主席，因为刚才我们县长施政报告提到，有一点损了这个小英总统啊，所以造成我们专议员爆出这样的一个话。那基本上我非常佩服小英，是过去所有总统执政者从来没有的一个心胸啊。小英他敢在这个转型正义里边要向原住民道歉，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过去有吗？没有。但是他这个转型正义向原住民道歉能不能执行，这个未知数，但是他起码他敢跨出一大步，这是值得我们原住民去佩服的一点。我不知道他这个在总统府里面这一个是任务的编制呢，还是常设机构，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他真的诚意向原住民道歉，这是我对小英的一个看法。那么刚才我们县长施政报告特别提到，为了我们花莲县观光，他特地跑到这个大陆行销我们花莲的农产品。但是本席上次到北疆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他们北疆的观光一切比我们花莲进步得多。那我从一个非常小的角度，他们威尔族他这个部落社区的带动观光，他做一个参访点，这样子做了参访点之后，造成很多游客很喜欢到维吾尔族这个区块这个参访去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花莲县，刚才县长说我们花莲县的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丰富，在这个丰富的前提之下，我们有没有说这样的一个参观点？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原民处向花莲县政府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当然光是在这个书面报告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了，二十几年的预言几乎对原住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去面对。所以今天原民处也好，县政府也好，你有没有把这个
原住民部落这个串联的观光动线没有啊。所以在这里恳切我们县政府的执政团队，这个原住民的区块多用一点心。以上报告，谢谢。刘小明也。大会主席，我们赖议长还有副县长以及主管及本会的同仁哦，看完我们县长的施政报告，其实我有几个感受啊。这六年来，其实就像县长讲的，可能你认为毁誉都有，那你也笑骂由人呐、啊。但是我觉得啦，哈，我必须要讲，其实花莲长期以来，我们的财务状况其实一直被评比为全国非常非常末段班，这个没有人会有争议的，在座我想各位也不会有怀疑啊。那么在副县长上任之后，如同施政报告里面讲的，积极推动各项免费政策，譬如说免费搭车返乡，在重要的节日，譬如说免费的营养午餐，不排付的课用书本、课业用书及作业本免费，免费的课后照顾，以及4到6岁学童不排付的免费入学等相关福利政策。当然，县长，某一个程度，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从你认为这些都是重要、让民众有感不排付的。全面性的，我认为政策买票。哦，那曾经本席也在2014年提过一个案子，我们以花莲县33万左右的人口为基础，让副县长来试办，年满18岁涉及花莲，我们只要他们在花莲买房子，我们编列预算帮他找贷款，施行看看。这样的政策会不会让花莲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更提高？如果会的话，那一次我建议副县长，你可能很有机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小英总统很危险。我曾经在大会里面讽刺的讲了这一段。那县长你也回应我，如果你当了总统，我肯定是监察院长。我说实至名归。所以我要讲，县长。我一直在长期的观察你，你曾经提出的8部政策不惜来抵触中央法令，我一直在想这个8部政策要怎么落日，要怎么找台阶下。可是我不得不佩服你，我在这里大会里面称赞你，我不得不佩服你用了一个特别税法让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用我们的土石景观，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税，对这个特别税法，因为我告诉你全文我背不起来哦，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税。但这几年来，这六年来，如同县长讲的，我一直在观察为什么要不惜抵触中央法令，到底确实。我们用特别税去框限了，让我们同意其他的矿业可以开采。但是这六年来，大家去想一想，台面下多少的政治角力，多少的政治利益，不得让我们怀疑呀、啊？也让民间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和揣测空间。这两面手法，我不得不佩服副县长。但刚刚副县长讲的，我也要提醒副县长，其实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工作是监督。大家曾经知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当然，我们觉得贪污是对的，贪污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但是，县长没有一个执政团队不可能不会犯过错啦。没有一个执政团队不会犯过错，不会有过失。民意代表就是耳提面命，民意代表就是尽量可能让
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社会代价低一点。譬如说，本席在这个大会里面曾经监督过，我们将花莲县的路权委外十五年得以延长十五年，总共三十年至少的这一个案子，后来公共工程委员会说不符合采购法，最后这个案子虽然开标了，但是没有完成决标。县长，如果当时我没有提出监督，开标了也决标了，现在你可能被东基组约谈的啦，可以这样讲，是很清楚的这样讲，因为事后已经证明了嘛。但我要跟县长讲，你刚刚讲的我有一点，你大部分讲的我很认同，也许诡异参半，但是我非常不认同。我想在座大家可能会认同我的观点，我不认同副县长业障深重了。县长，你可以在大会讲说，只要批评你的人是低俗，一些低俗的人批评你，或者是当你消业障，县长你业障有那么重吗？应该没那么重吧？请你正视所有对于你执政的团队或对你个人是有评价或者是有建议的或者是有监督的，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请你正视这些问题，而不是用负面的表述来对待跟你有不同的声音的人。民间坊间已经传来长期的传闻，你运作的痕迹谁看不出来？另外我要再提，最近所有的民众都收到我们公告的地价税，而且大家已经收到缴费单了。那我希望待会因为早上议长在议读会结束的时候有说交代县府团队，告诉县长今天下午要来说明我们目前公告的限制，因为它牵涉到租金，公告地价牵涉到民众的地价，所以对地方影响甚大。然后请县长完整的陈述。潘文明议员。啊，大会主席啊，我们杨这个赖议长，还有我们的赖秘书长、县长，还有县府的主管，以及媒体记者先生、女士，还有我们的同仁。我想针对县长的施政报告里面呢、那么我想有几次哈、针对南区啊，不过还好，我是觉得五百五波比了哈、这个县长这么败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尼泊特台风啊，那么造成我们富里乡啊这个丰南桥重创，整个冲毁了，这是第一个。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因为第二次的这个莫兰蒂跟马卡勒啊接着三个台风来的时候啊，县长再去拜了一次啊，还专程从这个我记得从南京飞回来，那一次啊还好保住了我们瑞穗的柚子跟益德的柚子哦，那个雨势啊那么还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灾害，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啊能够赚到钱啊，这个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我们的乡亲谢谢县长。不过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确造成了我们南区啊整个观光产业整个农特产品啊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不但是这个部分啊，我想今天县长应该也听到我们很多议员啊针对这次风灾的部分啊，其实县府的团队是非常认真在做这个勘灾和包括农特这个农产品啊这个资材的补助以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灾损啊都有做但是针对我刚刚看到县长的这个县内河川排水及流域的整治啊，编列了1亿5千万，但是在尼伯特台风啊却造成了第一次从民国87年以后啊我们福安街淹水，让我们秀姑兰溪的这个水啊倒灌义里镇啊，让我们福安街的民众啊那么受到淹水之苦。其实我要跟县长跟县府的报告一下哈，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的确是这个我们整个天气的一个影响，这次的这个风灾雨灾啊造成这个我们河水啊倒灌，不但是在义里地区，
包括大雨，整个民众的这个民宅淹水啊，我想我们县府啊，这个工作人员都有到现场去会勘这个场面。那么因此，这次中央也责成了我们东办，还有包括我们水土保持局啊，都到现场会勘。那么事实上，出估啊，光是南区的这个部分啊，这些灾害的损害啊，大概将近10亿元。那么这个修复的工程怎么样来做？除了县府之外，我也希望我们中央的立委啊，那么也能够再一次的来帮我们啊，这个南区啊，啊这些从富里乡的这个大桥、卓溪乡的这个土石流，以及大雨地区的土石流，包括我们赤科山、二成品，还有我们竹林农路啊，非常多处啊都已经中断了。那么现在都是用抢救的方式，让我们的物资能够得以运送啊。那么事实上，这些道路的千疮百孔啊，我相信有很多会勘的长官都看到了哈。那我也希望说，修复的工程也在急迫这个必须要处理的当中。那么今天我再一次的要对啊，这个刚刚我们议会啊，从早上开始一直讨论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地价税的问题啊，我不再论述，但是我必须要针对台九线的征收。道路两旁的这些我们农民的民宅，包括我们的农地啊，我一再一再的要求我们地政处啊，能够提高这个补偿费，但是显然的，这次在瑞北段没有办法达到我们乡亲的需求，所以瑞北段的征收啊，现在目前所有补助这个啊，这个补贴给农民的和我们这些乡亲的、啊。事实上还不足，但是道路已经施工了，道路已经开始在施作了。那么坦白讲，针对重大建设的推动，台九线的拓宽工程我们支持，但是针对地价征收的部分，包括民房拆除的部分啊，迟迟看不到我们地政处啊，针对这个部分买卖实力的这个提高啊，回应本席，回应我们乡亲的要求。也就是说，今天你针对今天必须要去拓宽的这个工程，你们县政府都已知嘛？我们建设人事务难道不知道吗？没有参加会议吗？包括本席曾经提，只要是在台九线必须被征收的道路，我希望用个案的方式，把台九线从过去从寿丰一直到凤林，一直到现在的光复，再到富源，再到瑞北段，再接下来就是大雨。再接下去就是复里，这些都明知要拓宽的，为什么不能够趋近于市价呢？为什么不能够按照买卖的实力呢？我始终看不到我们的地价评议委员，包括我们地政处有所作为，这点本席啊，必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提出哈，给县长来认为一下，这个对照是不是对我们民意的部分啊，也应该要给予一些啊基本的回应啊。这是本席的意见啊，以上报告，谢谢。以下委员，谢谢主席。刚刚我们几位议员啊，谈到这个政府的政策啊，那实际上县长是用心良苦啊。那么为了引救我们旅馆业，跟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问题。不辞辛劳到对岸跟他们做一个交流，实际上这是一种好事啊，我们多一点鼓励啊，多一点鼓励，这是一种福啊。当然本席啊，刚刚听了我们县长的一种施政报告，其中有一项我觉得必须要在这边跟县长那个指示一下，刚刚底部席代有讲了哈，非常的难得，就是我们人民处的处长啊，在做一个他的整个国立台湾博物馆的这个馆址的说明会啊。那一天，我跟蔡副县长倾听了他的一席报告，包括那些神独神的人给他掌声。我不晓得陈建造、陈建春这个处长。口才那么好，让我感受到必须
马上要在我们花莲县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物馆。所以在这边肯定了县长要鼓励，非常优秀。我没有听过那么优秀的处长教我们的文化说的头头是道啊，让我们的评审委员掌声响起啊。但是其中有一项，建比例够大。最遗憾的，他们也最后结论说，我赞成的青蛙报告，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点在哪里。所以刚刚底部系来讲得非常清楚，每一页包括中央的民意代表徐委员也好，廖委员也好，钟委员也好，那几个原住民的这个立法委员也好，包括我们现任的花莲县的十位民意代表，这个原住民的议员，包括非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一定要站在我们花莲县的立场，将我们这个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文物设在我们花莲县，因为它有先进的条件之一，人口数比台湾省最多的一个人口数在我们花莲县，最齐全的文物文化遗产在我们花莲县，最有观光景点的也是在我们花莲县，最优秀的科长者舞蹈者也是在我们花莲县，这个有条件，没有理由用政治的利益我决掉我们的用心。所以本席在这边鼓励，而且县长都鞭策给我们的陈处长继续为我们这个区块来打拼，是吧？我鼓励你，需要你啊，好好的来运作一下。但是刚刚底部系来讲的就你的位置在哪里啊，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很多同路的原因啊，我们的同路在讲一年了，拜托一下让我们这个文物馆设在我们花莲县，这是我们共同花莲县所有的同路的声音啊，能去在这边代表。所以希望我们陈处长跟县长都鼓励这种优秀的一个处长，我在这边跟你说肯定非常优秀。所以在这边跟县长务必，因为你在工作报告中居然没有提到，所以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希望县长你铭记在心，好不好？以上做这样的说明，谢谢。时间数议员一号，我们的大议长，还有我们这个特大的县长，县府的所有以及所长，以及我们议员的所有同仁，你是先生在场的媒体哈、哦，我想今天也不是执行哈、哦，那我想这个刚才听到我们的所有议会的这个好同仁啊，大家的一席话哈、哦，让我这个觉得非常的一个感触良多哈、哦，当然有的是难，也有的是利，甚至有的是顺利，那有的不难不利哈。那么但在花莲哈，我想站在这个花莲，我们花莲有四大族群哈，那我想大家说族群融合哈，那不分党派不分族群，那我想如果是我是现在一个执政党，过去的话，那从县长在今天中午也说民国75年哈，那时候的这个能够站出来为台湾的从党外的时代到偏联会到党外的公正会到民进党到1986年的9月28号创立的台湾的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当然民主进步党对台湾的一个政治对台湾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当然贡献良多，但是呢我曾经当然小弟齁那也不是荣幸，但是也不是不幸，但是就是当初那一种傻劲齁来被推选被当选为民进党的第一任的主任委员。在那个时代齁，当然县长也跟我说那个时代齁如果没有你这个傻瓜还是这种傻劲齁，甚至于随时都会叛逆齁，那我说我在一个从一个乡下来的哈，那我想就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才智哈，但是只是一股的这个热忱跟理想跟洒劲，然后今天
好像看起来虽然是过去的孙立，现在又从在野变成执政，也不然不利哈。可能如果我说今天大家能够共同，不管说过去的县长，是甚至于现在的县长，每任的县长，不管是民进党或是说国民党，都有一点都有一些贡献哈。那我想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过去的民进党，台湾的民主政治的转型成功，过去如果在蒋经国时代，我还记得我从民国68来到花莲，当初台湾就是含到一个亚洲的四条龙，甚至于台湾创造整个世界所刮目相看的台湾的经济奇迹。当初的经济部长，孙运璇、李国鼎，甚至于还有未来那还有当过副总统的萧万长，所以把台湾的过去的一个农业时代，台湾过去的以农立国，过后的时代变成台湾的一个亚洲的四条龙，也扭转台湾的经济奇迹。但是呢，今天的民进党再次的执政，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民进党要提醒。当然，县长也曾经讲过，目前国民党非常弱势的弱势哈，说一句台语话较难听，较水小，但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贡献了。或许如果我是孙立，还是有位孙立的朋友听到我这个话哈，一点我想要大意听。但是呢，今天台湾的2300万的人民，如果不管就是地方的民代，甚至我们站在议员的这个位置上，甚至没有办法到中央的立法委员，甚至我们的高官，大家不是抢位置。想做事，大家共同来为台湾的2300万，为台湾的不分蓝绿，不管民进党是国民党，如果大家心里有这个良心，为台湾的未来长治久安共同来努力，我想是更重要的，对我们的子子孙孙，对我们的选民，对我们的乡亲，是更好的交代。正如刚才县长有一席话说，他身为花莲县长，扭转后山，改变未来，我听得非常的动心哈。那我想，谈到刚才也谈到很多，谈到税，这个地方税，地价税，甚至于这个增值税哈，谈到税的问题，同时也谈到这个建设的问题，谈到这个地方的发展。但是呢，我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乡亲，告诉所有在座的议员、诸公、女士、小姐，包括现场的媒体。今天的花莲县，从大家都当了好几任的议员，过去的我们的花莲县每年几乎差不多将近18亿到20亿的举债，但是呢，讲一些良心话哈，从98年12月25号副县长就任，99年是由他开始来执政，99年开始，这几年来，花莲。我当地价评议委员，在里面跟这些估价师、建筑师这些专业的，甚至于地政处、财政处，很多都专业的在那边据理力争哈。事实上，曾经我也被县长请到县长室说，希望能够站在议会监督的立场，也花莲乡亲希望就是把这个除了这些特殊的地段交易比较活络的公告限制，做速度的。有限度的调升，按照比例，但是公告地价影响到我们的地价税，老百姓的一个税负哈，他的负担都尽量能够压制哈，这个我想就是讲一些良心话，曾经县长也请我到县长室哈，所以我们就用早上有跟我们的大会报告哈，所以用很技巧性也是很技术性的，把一些无用农地比较活络的比较特殊的地段。不用的，不用去缴，继续做农业使用，其实把它地价拉高，可是它永远不会再扣到税哈。所以用这个是技术性的客户，也送到中央，让他们去合并。其实我们呢，让所有乡亲的能够不去增加的税。我想，早上我们的议员有一些那个要的资料，我想我们都手上都有看到。这几年来的，大家都数字是会讲话的哈。那。我也要向各位报告说，
穷者变，变者通。那我想我们的土石财旗减关税哈，也是本席跟所有县议会哈29席议员，大家觉得我这个意见不错，联署把这个案成立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职位上，虽然我们没有行政权力，但是我们有提案权，有监督的权力。我大家共同集思广益，为花莲的县政的未来发展。所以土石采取减关税，刚才副县长也报告哈，这近这几年呢，多了5亿多的减关土石采取减关公共造船，这个特别税。同时呢，在去年，相信各位也知道哈，经过我们议会，包括经过社会舆论各界，甚至于很多的厂商，包括那些采矿者。很多的哦，集思广益，很多的指责跟很多的谩骂，但是为了花莲的老天独厚给我们的天然资源，当然八部的政策，当然有做，当然为了照顾整个大地，为了整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整个花莲的一个好环境，做八部政策，当然这个手续上有超收，有一些当然不够周延，可是当然。为了地方的一个税，同时为了地方的天然资源，这个天然资源如果是过度的开采，开采掉了也没有办法从天上掉下来，跟台湾的民主一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所有的民主先进大家抛头颅洒热血，哦，牺牲性命、牺牲青春而所换来的。但是今天的矿石景观维护开采特别税，东野见过我们一眼，24个来共同觉得务必要做花莲的一个税负的一个开采，所以也很荣幸哈，那也受到大家的支持，本席也提出矿石景观开采维护特别税，终于经过我们的从地质法里面经过我们的议会地方的监督机构。议会的所有有智慧的议员，大家共同来支持，所以让我们的花莲的县政能够一年将近哦，在106年开始开征的时候，可能将近10亿到12亿的一个税收。我想，这个不只是我们县议会所有有智慧的议员，大家共同集思广益，相信也是傅昆萁县长。我想挤债也不能挤债啊，地方的硬件要推动也要推动，所以相信他的睿智，穷则变，变则通，今天才有花莲县能够我们花莲县的财政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税入税出的能够平衡，相信我想在座的各位议员大家多有一点贡献，同时我也要当然在回顾刚才所讲的说，有一些不管是税的问题，甚至于我们的雨污水，在此我想我们的建设处长哈，他也过去也相当也担任过城乡发展处长，也曾经担任过建设处长，当然他从科长做起哈，我想这个老骥伏枥了哈，应当是经验老道了哈，而不是老奸巨猾了。相信呢，这个我想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乡社大道哈，那乡社大道，我想县长呢从每一期第一期的5200万的所谓治水整治计划，第二期的乡涵整治计划也都完成，总共是1亿400万的经费哈。当然在此本席。也不是什么估价师，但是我也不是专业，可是我是专精了哈。同时，好，那我想我也好，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李秋芳议员，他也是一个对这个建设方面非常的专长，非常这个专业哈。那对于这个我想大家对这个未来的这个乡社大道。甚至于很多龙龙统统，很多很多，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福德段的一个变更，主要变更计划，
包括这个所谓这个彩虹东大门夜市哦，好多好多的这些计划，甚至我们乡下大道这样，但是目前我想我们的接管率30%就有发生一些哦，我想有一些问题，一些漏水，甚至有些溢出来的情形。我也告诉建设处长，我想为了整个一个大地，为了整个台湾，为了整个我们花莲的一个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污水是一个时代的趋势，非做不可。但是我想以前一些老旧的房子其实以污水一定要分流，可是呢我们的接管失败，在过去老旧的房子其实把所有雨水还是把它接到污水去，所以会产生这个情形。希望在我们这用一个就是有自由接排水的做一个示范哈。其实我是这用一个好像是建设的一个诊断书了哈，是不是自由接的两旁的一个排水锅加设两旁的一个排水锅，我们的一个人家说区域排这个卫生锅两旁的排水锅一定要把它设立，彻底的把我们两旁的所有雨水一定要与污水分流，把雨水接到排水锅，然后污水接到污水，我想在不到多久绝对哈，这个一定要设立规划。我想把这个自由接的排水一定会完全的彻底解决。我只有我对这个建设处你也是老经验，但是我也是一个忠告哈。以上的种种种种，但是呢，我想本席也把它占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我想鼓励众子的其他，我会用我执行的时间向我们的这个县政呢做这个监督跟这个哈、跟这个主政，谢谢。好，大会报告哈、那个刚刚啊还在因为失言花了很多的时间了、我有看到何礼台议员和林秋美议员啊在前面就一起举手了，是不是让他们两位说完了，还是那边逛吗？好的啊。无啦，迄阵人头前讲，唔是我歹互你讲，你爱学别讲，我你要讲啊，好啊，咱互伊讲者，无啊，咱可以啊。哦，说真的，他举手举很久了啦吼，我们让他讲一下啦啊，你缩短一点啊，何远，来给何远讲一下好了。这个谢谢议长啊，那个请问一下，施远讲几分钟？讲了十多分钟，那我讲15分好了啊。对啊，谢谢。那个我一定要讲啊，这个事情哦，快讲了啊，反正你看是不是哪里个最早文件啊？哦哈，这我特别要讲啊，我想大家服务都不分这个蓝绿的这个选民啊，在议会不要分什么蓝跟绿，那我一定要讲一个事情让大家知道，事实上青年国宅、青年住宅啊，在台湾人是首创。我想小英总统啊，在选前有说过一句话。8年要盖20万户的这个国民住宅，现在要到巴拉圭啊，5年啊，要盖花了7100万的美金啊，23亿要去巴拉圭啊盖这个房子。那我在想，花莲人真幸福啊！我们在这个花莲县啊，自己的家乡就可以买到这个青年住宅。那我想网友啊都一直对这个事情哦一直在讨论，那以后买房子要到巴拉圭去买呢哦，是不是啊呢哦，所以这个大家要搞清楚状况啊，以后不要分蓝绿哦，但是谁在做事情大家要看得很清楚，不要动不动说什么谦卑不谦卑，等一下就要动用这个什么什么叫这个检察官就要来查你啊，这么个调物呢，不要这样子恐吓公务人员嘛，公务人员都实实在在做事情嘛，是不是这样子呢？而且我想在座也好，我们以前当过行政首长也好，都知道这些公务员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要动不动做什么减掉单位要来，人家以后大家都不做事了，不做事就是影响到民众的权益嘛，是不是这样子的？好，再来这个县长啊、说实在哈，我今天听那么多的议员等你夸奖。虽然个厝虽然高啦，你起码是花莲县县长啊，
你去大陆招生有对啊？唔对，你坐观光客来台湾买物件，那唔对。要吃味，有在台湾虽然变，虽然个厝虽然讲，啊，阿个县市也好，花莲县能过好过好啊。花莲县的管教饭人阿家，很多人个在你学咯啊。花莲是观光农业之县，没有观光客来，请问这些人吃什么？包括各行各业。不管怎么，九二共识没有，这是中央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是县长，在座是什么是县长？那么多的选民支持你，当然是为了我这些花莲县县民来努力啊。中央也不要吃味，赶紧去拍拼，其他县市自己去打拼。谁会违背人民的事情，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想也不要讲太多了，要他留到执行再讲。我是讲些公道话，好不好？谢谢啊。还要再讲了。那个啊，两分钟啊，两分钟啊，两分钟。好，议长现场吼，我讲出的公道话啦吼。我们现在不讲难力啦，好不好？我们讲现实，现实最重要啦。过去的执政者给花莲八年，给花莲什么？现在的执政者刚上任半年。给人家一点时间嘛，好不好？看他能给我们花莲什么嘛？不要讲一讲什么蓝蓝什么绿，给人家点时间嘛。你做背你给花莲什么？人家刚上任半年而已，给人家一点时间嘛，鞭策他嘛，我们来看嘛，好不好？好，好，那个，我想今天。谢谢各位议员了、啊，这么踊跃的发言了、啊。早知道这么踊跃发言，我就早一点开会了、啊、那我想啊，那个至于各位提出来的意见啊，我们就让县长啊，有些就私下跟你们谈，或者书面跟你们做答复了，好不好？就不再做一个回应了啊。那哎，你别讲了，能讲啊，哦，能讲我讲了啊，恁讲一堆啊，你嘛能讲我讲。我在这里要再次啊，向所有的啊议会先进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很高兴啊，这个99%的议员都有新的议题哈、哦，不是永远只在谩骂同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这个陈如啊，这个真的是半年的时间很短。要继续努力，但是半年时间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也是事实。好，这半年的时间可能让台湾很多的县市的百姓都没办法生存，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找出活路，这也是事实。那在这里特别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家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个这个地价税调高的事情，我们没有向台南市。我们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台南市往前回溯15年呐、啊，涨幅是将近150%。现在是全国各县市受到中央的命令，全面的调涨。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不是花莲县政府。我要跟各位议员先生很诚恳的报告，诚如刚刚施金树议员讲，我们一直很希望。不是交投非常热络的地方，不一定要调高到市价。我们只希望说，还是能够原有的情况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调涨的话，没有遵照中央指示的话，要直接扣花莲县政府的统筹分配款，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全国各县市都遭逢。同样的命令，做同样的执行，花莲县的比例已经是相对的偏低。同时，我要跟各位报告，光是这个调涨这些地价，中央一年大概多了1000亿的税收，中央，好，确实向所有全国的百姓来收钱，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接到的讯息是，中央的税收多了将近1000亿了，好，
那是不是2000亿我们要再查？好，所以我在这里要跟所有的议员先进，跟所有广大的花莲乡亲报告，花莲县政府不愿意这么做，但确实中央的命令是如此。好，要跟各位报告，也请大家能够勇于向中央政府来反映。好，尤其全国景气如此萧条，在这个时候又可以这样的税金，我们也很不愿意。但是如果不做的话，要直接扣我们的统筹分配款。另外，我想刚刚施议员也讲得非常清楚，这6年多，我们无法举债要还债，所有的基础建设可能比过去10年做的还要多，我们一步步做到了。好，当然有很多很多这个外在的影响不会再影响我们，对我们的乡亲也不再影响了。所以荣耀是归于全民，所以我们今年再一次拿到全国第一的县政团队，也超越了，再一次的亚老性超越台南跟高雄。我想这是我们全民花莲县的乡亲给县政团队跟议会先进的肯定，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好，再次跟各位报告，谢谢大家。啊，明天再说吧，哈。毛建南，明天再说了。有紧急动议要有人呼吁啊，有没有呼吁？好，那我想今天呢、啊，非常谢谢各位议员的发言。没有了，紧急动议要有最少要有四个议员跟你呼吁嘛。那你还有时间可以再谈，好不好啊？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上午的会，下午的会议啊，就开到此为止，散会。